可以先进去不？哇，大杯的还算蛮有分量的耶，铁观音宇宙拿铁，这一杯是大杯的冰的，好榛果拿铁，来酸酸的，谢谢。对啊，只到这里耶。大杯，极大杯，巨大杯。因为它有正常的那个吸吸数啊。我知道，可是你的杯子就有点太猛了。是啊。这一节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哎呦，那架子看起来很大，可是它实际上就在这里。因为刚刚一拿放在奇怪，怎么会晃？我们喝喝看吧，喝看。喊我。铁观音宇宙拿铁，它的茶香比较浓哦，几乎都是喝到铁观音的那种茶香味啊。然后咖啡的一些苦味在后面，它比较甜，然后咖啡味比较浓，对，是有点。这杯榛果拿铁反而比较淡，对，这好苦哦。对，我的铁观音加咖啡比较浓了，超浓的，就是茶香跟咖啡香裹在一起。
糖拿铁。小宇宙拿铁。欧式肉丸起司佛卡夏堡。烟熏鸡肉起司佛卡夏堡。现做的。这个欧式肉丸起司佛卡夏堡。里面就是有番茄、起司片、生菜跟一些肉丸。今天是璇璇陪我们吃。好，好哦。哈哈哈。哦，吃了吃了，开吃了。好，我要吃肉丸。好。好甜哦！吃的。好，吃了。哎，再看一下肉丸是几个啊？打开看一下吧。好啊。一二三四。它都半个了。所以是两个，两个半，二点五。确定？对啊，一二四五啊。哦，好哦。它跟 IKEA 的肉丸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姜。啊，真的吗？它没有姜。哦，对哦。啊，那个什么越橘果酱跟那个奶酱，对，有差对不对？有啦，可是都那个味道。哦，好哦。嗯、里面都是烟熏鸡肉、起司片、番茄、生菜。嗯，嗯，很新鲜的味道，生菜、番茄都新鲜。它的焦糖拿铁比较好喝哎，那种小宇宙拿铁超苦的，苦味很浓哦。小宇宙拿铁，醇厚加倍，独特坚果香，难怪那么的浓啊，那超浓的咖啡啊。焦糖拿铁哦，畅销经典风味，真的有比较好喝了。